好，我们这边来演示一下501C 的贴电，我们把它插上去之后，电源，这个漏电开关一定是要打上来的，我们驱动。它现在是没有接气的，然后我们先把它接个气。因为我们另一头已经接到空压机上了，然后我们这一头给它对准。一定要听到响声。这一个蓝色的，我们把它推上来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数字。这一个是调节。